家好，我是范范，然后，好，因为我今天其实有点不知道，不小心就在台上了。刚才来找黄医师 call 个档案，然后大大就说你要不要上来唱一下，我说哦好，然后所以就也就是谢谢第一位就是欧神，他说愿意借我吉他的，不过。这是不好的示范，就是大家来创作居家，如果要准备表演的话，一定要带自己的乐器这样。然后我很久没有来上创作居家了，我刚才在想我要唱什么歌，对，然后我刚才听到开场就是有新的效果，好华丽，对。那我第一首，我今天想说就唱三首，也是我自己的创作。那第一首歌叫做《小鱼》，然后它是我写给我一个朋友，他那时候刚怀孕，然后写给他肚子里的小宝宝的，对，然后送给每一个辛苦的妈妈这样。今天唱的这三首歌，我表演的时候都没有唱过，因为他们都还没有被编曲过，就是只有我自己 demo 的版本。然后第二首歌叫做
轻轻，就是轻轻，就是轻轻放下轻轻。那这首歌是写给我们团的吉他手，他跟他太太，就是他们两个就是远距离爱情长跑，就是11年，然后终于结婚了，对，然后就写了一首歌给他们，就轻轻，谢谢。是在我觉得，就是我觉得，就是有时候在梦想跟现实之间，你会遇到很多选择，然后你做了有时候你做的选择不一定是你自己喜欢的，可是你却不得不这样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，就算你做了一个不得不的选择，但是你对于其他事情还是有选择，所以还是要保持就是。对一个某一件你喜欢的事情的热衷，这样就是不要放弃自己有兴趣的事情，好好的完成它，这样那首歌，对，好，没有名字。感情吧。
冬天温饱人部落，他说就是在大家有没有去买东河包子？东河包子附近有个部落叫小马部落，然后他呢是我来台东遇见，算数一数二帅的那个小帅哥，就不帅不用钱啊。然后大家欢迎一下他，然后他有一个铁花女神帮他弹吉他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铁花女神。好，我们欢迎佩东。